大家好，欢迎收看《见证台湾新民力》，我是大清，我是美兰。这个我们本周继续这个岁末影展，就是我们各地的人文真善美团队啊，他们会拍出很多动人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选了两个，那其实跟富有人生相当有关系哦。对啊，我曾经听过上人说，什么是这个富贵呢？就是富有爱心，贵有品格了哈。所以下面是富贵也灵心哈，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如何能够珍惜分秒，好好的去付出，其实这样的人生都是富贵也灵心的哦。哎，是啊，所以咱今日见了这两个故事哦，我们其实刚好就是应了这样人有二十难当中的两句话。第一个故事是贫穷不施难，我们首先就来看看建华以及翠莲这对兄妹哈，他们是如何真的在走入我们的环保志工的行列里头一起来付出的故事。在这里，这个是女孩子房间。这是我的房间。男生不能进来。保护妹妹的建华总是在每周三晚上带着妹妹一起到内湖文湖环保点一起做环保。尽管做环保对建华和翠莲兄妹俩而言是个有点难度的学习，但兄妹俩却是周三永不缺席的环保志工。建华做环保开心吗？开心。你为什么喜欢来做环保？叔叔师姑叫我来的，我喜欢师姑。刘家一家六口，有五个人弱智，智力正常的爸爸也已经去世，妈妈因为需要洗肾被安排住在安养中心，哥哥和弟弟各自生活，一起生活的就只剩下建华和翠莲。翠莲哈，以前我们来的时候，他们家里都是脏乱无比，满客厅全部都是垃圾，都不整理，也不想去出去工作，好像就是每天都关在家里过自己的生活。请慈济人来关怀他们之后，会发现他改变，让我非常的惊讶，就是说，他们家居然会变干净的。然后妹妹哈，刘翠莲，居然还会去外面，当慈济人志工哈，帮忙做一些回收。第一次来看他们的时候啊，他们把家里的门窗关得非常的紧，所以家里面味道非常的重。
那我们就带着他们一起来整理家里。以后你们就把这个衣服哈，你们要泡也是要分开泡，泡一泡就衣服先洗，背后再洗袜子，这样才不会有细菌感染哈，因为我们袜子比较脏。他们哦很可爱，就像小孩子一样哦。我们教他怎样刷牙，怎么样整理家里，他们就跟在我们的旁边慢慢的学习。我们每次来他都舍不得我们离开，后来就跟他们说只要来做环保就可以看到我们。所以啊，每到周三夜间他们两个都是准时报到。建华和翠莲因为做环保走出封闭的世界，家里变干净，因为认识慈济人多了一群家人。家里没有大人了，热水器坏了，他们洗冷水了，生病了，灯坏掉了，不知道找谁了，让我看得真的很心疼，所以我就请师兄来帮忙。会员灯亮了，好棒哦。在慈济志工的陪伴下，建华与翠莲不止走出了封闭的世界，也在做环保中找到了快乐与温暖。老板，米粉两个。要多多谢我。其实啊，影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很多都还没有呈现哦。像这个兄妹两个，还会听这个 MP3 上人的开示。哇，哎，然后关怀他们的志工其实也很年轻啊，甚至有的岁数比他们还小啊，但是就把他们当作哥哥啦，或当作弟弟啦，那这样去照顾他们。所以你看，其实像这样的孩子，我们看得出来，建华跟翠莲，他们其实在这个智力方面可能有一些些的这个障碍，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却是很多智力没有障碍的人做不到的。的确啊，我们有这个台湾很完善的这社会福利在照顾他们的生活之外呢，更重要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人情温暖的一个陪伴。那接下来要看的就是《富贵求到难》，是我们林素琴师姐，因为以前家里啊，哎，好像家世背景还不错，经济条件也很好，但是她却缩小自己。那我们看她如何走慈济这条路。店啊，摔倒了就昏去安尼，啊那救护车也未来啦。我是讲，哎呦，啊那会安尼，看轿车在你坐，啊救护车那遐少的款，无那个当也未来。我敢那心内家己讲，我后摆吼，那是买去轿车的时候，我要先买一台迄种救护车。财产搁较侪嘛带袂去啊，啊你金仔搁较侪嘛是带袂去。阮先生伊嘛是真好啦，嘛啊来直直叫我钱摕出去对啦，伊就讲你钱通直直摕出去呢。迄个慈济吼，主席是正人个哦，你唔好喊人讲钱直直摕出去。我讲啊，你免惊啦，唔免惊，讲我的钱吼，拢安尼直直摕出去啦。我讲啊，做善事吼，无人做甲善意啦，啊那跋筊也无人跋甲好个啦。我是安尼甲伊讲啦，啊知我哪有即句话，哪我甲讲，我嘛唔知。以前哈有时候去那个感恩处哈，就是看他是挺可怜呐，我就。感觉说哦，我是很好命啊，哦，那个病苦啊、穷啊，哈，啊，看起来我心里都很难过啊，我就感觉说呀，要感恩我的父母，感恩我的儿子，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命的人，有这样感觉啦。
感动啊，会想说我们这个地球不要死损坏掉。一张球啊，建五二十年，就做五十公斤的砖，啊，五十公斤的砖，砖拢不大，几个万。所以讲，经常讲我哩做吼，我就敢那真爱做环保。那是讲，就无论去到倒地吼，我就心足满意。做环保嘛，啊，后摆囝囝孙孙吼，食穿就免烦恼啊。迄当仔，迄个愿，我迄个愿就是囡仔接过来，伊心内心迄个愿就是我要捐捐车，啊，老师就是讲，啊，你要捐酒啊，这你要干脆捐，啊，你要捐环保车嘛，同款啊，啊，环保车你收，你收等于回收嘛，我不想讲，你那都对，啊，收回收。就是不要这个地球较清洁啊！啊，救地球嘛是跟咱救人啊。啊，我安尼管吼，我无法的啦，我就爱甲印落。然后就是咯。嘿。这个香膏嘛，就用。哎，可能是啊，啊无，伊唔等我咧，电梯就歪等我咧。我是中山的。啊，这个房间较早是阮头家咧困的嘛吼，啊，伊往生去也无咧困落去，全咧拢蹲回收啦。啊，无我十二楼吼，直直收落来，啊，无位通我蹲啦。我本来从小的时候都在山上长大，我没有出社会啊，没有读什么很高的书，啊。很喜欢做，不知道要怎样做。每天哦，想到我做善事哦，是感恩上人给我这个机会。我不然哦，不知道要做善事，这个钱要拿到哪里去？交给上人哦，我就很放心啦。我甘愿哦，我自己较困欠一点哈，啊，有业钱来帮助人。看到阿嬷吼，真的是一个慈祥的容颜吼，哎，看不出来已经七十五岁啊。咱拄啊看咧电梯内底哇，堆这个环保物吼，哇，这卡手吼不了没了呢，吼，啊，那个环保物其实就是福，就把这个福啊都囤积在他住的这个家里面哦。宝宝很亲近伊个人吼，拢叫金妈苏姐啦，因为以前伊都是经营银楼嘛，然后这个双手都是在摸黄金，但是现在呢也一样，也是在摸黄金哦，是我们的环保资源回收。所以虽然是住在大楼里面呐，啊，但是呢，伊赶快做资源回收哦，规栋大楼收有诶，再回收物哈，伊拢一间一间安尼去讲收。啊，大楼要放哪里？伊就是甲囥个厝内边吼，九楼的大楼里面哈，啊，那房间啊，蹲个在仔仔，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回收日的时候呢，师兄师姐再整个把它运送回去了哈。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电梯哈，真的是最有福报的电梯，福都满出来了哈，就好薄电梯了哈。那其实啊，在这个过程里，咱都要保。听到吼，这个师姑跟我们说啊，伊都无读什么书啦，但是上人也说过，无读册王健不斗力的吼，而且他真的把这个道理实行出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哎，五十五岁，今年师姑七十五岁啊嘛吼，五十五岁就二十米前，一听到上人的开示，他就决定不烧纸钱了，好，然后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真的付出之后，身体也变得好硬朗，对，所以就是只有好没有坏啊，哦啊，所以师姑决定走这条路，我们可以看到。好，本来跟人共的其实哦，那种分享真的能打动别人的心呢、啊。对呀、啊，像他自己哈，以前都是每一年固定出国去玩呐、啊，那现在呢，也是把这样的钱省下来呢，拢讲哎呀报喜啦哈，啊，甚至他都那么听到一部分是被捐救护车，后来呢是把它改为做环保车哈，啊，伊就讲安尼吼，救地球，各位当好奇大爱台啊，各位当救大家的心灵，够卡赞哦。哎，是啊，真的行善之家必有余庆啊，师姑自己啊，这个勤俭。
年啊，到2005年为止，已经捐了6个溶洞。那第7个溶洞是媳妇帮他捐的，自愿供啊，我来替妈妈来关啊。所以你看，这样的善举就已经让后代都学到了，所以无以为报。那这就是传家宝喽。所以今天我们为您所呈现这富有的人生啊，真的是要非常感恩我们的人文真善美，将我们这些非常动人的生命经藏记录下来。来到咱自为人文这个单元，今天真的很高兴邀请到基隆区两位志工啊。这个是真正龙花包嘛，咖喱哈，这是咱岁末祝福的这个影展的这一片呐、啊，都是墓园环保菩萨。我们邀请到的是基隆的高德芳师兄还有吴义雄师兄两位哦，哦，真正非常精彩。是啊，赶快先跟他们问好一下，两位好，两位好，哎，两位主持人好，哎，各位大爱观众大家好。是，但哎，很容易就分辨得出来，这个真善美跟这个环保志工啊，哦，哎，这个哎，其实这个鸦品，咱淡姐来欣赏一下。那但是我们想先请教一下这个高师兄，因为你龙鸦嘛，你可不可以大致跟我们讲一下说，哎，这个吴师兄在墓园做环保这个事情，这个故事内容大概是怎么样？简介一下。因为吴师兄他从大概从4年前他退休以后就开始加入环保志工以后。他一个人因缘，他就自己上那个他熟悉的墓园去做环保，而且他都是他单独一个人。哎呀，就是因为他持续，还是每天，不管刮风下雨，或是大年、过年那时候去。会的是吧？拢去。对。4年的时间，阿叔伯你来专门跟王阿伯去做环保嘞。以前我就是。上班休困，要去遐打工啊。哦，去打工哦。那个地方我很熟悉啊。哦，很熟悉。啊，东西又都到大家都不熟，用完又很多东西可以回收就对了啦。哦。那给我做一做就。啊，做4年的时间哦，打工拢去哦。我有时候去玩就没有做了，没有去玩的话我就出去做，风雨我都出去。嘿，啊那安尼做4年时间吼，师兄在想要来记录伊嘞。哦，因为那个算是去年哈，去年是我们环保20周年了啊，我们说也因缘说需要记录一个环保志工的故事啊，我们就因为。我们是去年才有吴师兄这个讯息，因为对，因为我们如果之前有的话，我们会不会说等到4年以后才记录他？对，因为是有去年才有这个讯息，然后说才去年才进行他的记录。但是听爱讲哦，这个师伯伊拢低转呢，为什么呢？啊，没有，真的吴师兄他人生是比较低调，但因为他自认为说他在做这个事情，他。做就好了啊，不希望太大事宣了，让人家那么多人知道。哦，了解。他比较比较谦虚啦，谦虚，他行事比较低调，所以做了那么多年，到去年才发现，对吧？哦，应该。师伯，你是安怎答应伊讲好伊来拍摄啊？啊，伊就直直讲这个要看会带动大家加步，看会大家都带动大家来做我啊。我是讲我遐早就出门，啊，伊敢有法度？能看伊甲讲，看伊。看伊自然啊退了，哦，自动打退堂鼓的是啊。啊，结果我个讲伊个个食是物啊，食是物啊，2点半就到呀。哦，2点半就到，到这个吴师兄家里门口。第一次就是光带支笔跟一张纸。哦，安尼，我是去记录他做的重点。但是安尼看起来吧，真惊人吼，不2点半讲要出门，看一个人徛在厝的门口安尼。吴师兄，你阵咧想啥？你看到有高师兄出现的时阵，他有那一种用，伊都无迄落啊，有迄个勇气，要倒啊，就行啊，有影。哦。对我行。有勇气带你去帮我。我行到倒，你来行到倒啊。哦，安尼，咱来看啦，看这个基隆团队他们做的这个作品哈，蒙阿波这个环保菩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过刚才呢？是的。不会吧？是要去帮我保养？你大问题。有影，做主席敢就爱做干呢？
几人来煮？你先吗？没啊，那不要怕，没有什么东西，人生怎么样走来就怎么样去，其实没有什么，别人的眼光不要去理他。啊，控制控制，做我做。爱会来得及，人人听从生活的口气，理性舒适减少满足气。每天坐大概超过十个钟头以上，就让我们做子女的开始担心其他的体力可不可以负荷，毕竟有一点年纪了。中昼你就较早回来吃饭，唔好想我，唔好拖到一两点才回来。我嘛想要早回来，哈哈，早回来工作做的人。较早回来啊，明仔再继续啊。啊，时间就无多啦，好。没有你想要几点没有钱啊，有时候很难控制。你为了讲下决心卖球，啊，我是按着讲去遐提转来，遐咪转来，弯路去遐台，弯路行，弯路叫，啊，看到无叫，无叫就怪怪。吴师兄今年69岁，民国60年搬到基隆，白天在铁路局上班，常利用空档时间到公墓打工，挑砖贴补家用，因此结下一个好的姻缘。放开我就来，这三万嘛，我无咧过年过节。很污染的，我咧捡迄狗仔底吼，迄包括品什么很多咧。做健康的啊，做环境搁较好啊的啊，啊，互大家住搁较好。阮若到位后，迄落就甲叫啊，讲，咱人伊啊到位后，迄落你麻烦你去叫叫，一般人最避讳的墓园，吴师兄却将它当作是家里的后花园。踏遍了墓园的每一寸土地，不管路有多崎岖陡峭，都无法阻挡他那一念心，也更让我们明白，做环保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做，就看你用什么心去面对。天天如此，真的很让人感动啊！投入的最大动机哦，也就是在做社会公益啦，奉献出自己一份力量啊，响应慈济的这个做环保来救地球。刚才在这个影片过程，其实很多回忆啊，哈，在康奎进行当中，啊，都要讲到刘师兄兄罗贝尔出来嘛，接受我们访问，伊拢固定时间去载嘛，还是讲无你随波随到？啊，即摆拢一礼拜载一摆，一礼拜，嘿，啊，那有需要特别有需要，甲讲人伊请假嘛，两趟啊，因为你无嘿，你无关再造，对啊，不行啊，人家会。啊，苏北，为什么你拢遐尼早？两点半就一定爱去做回收啊？呢？啊，祖母车六点半去。哦，这样想我出门的回收来不及啊。我嘛怕耽误着人迄清洁队员的工课啦，所以你也扣先扣。哎，要载来，要载来插伊。他才不会等你。但是我都要看迄塑胶袋很多呢，迄拢家己扎起的吗？无啦，迄拢遐扣的，看你爱偌济嘛。我拢全部扣登个回收站了。啊，是哦。哦，真多吼，啊，所以其实遐物件足多。
浪费足钱，所以这个我们台湾的习惯还没有进步到。我们大概都点会当过，我们那个饭哦，哇，好多拜拜剩下的饭，还有便当没有吃的，整个都没有吃。是哦，我顶礼拜哦，扣足钱。对啊，阿师伯，我看吼，哎，帮阿伯有安尼砍砍切切的，扣几角。嘿，阿你安尼咧扣的时阵，其实吼，行到嘛真无，不是很好走啊。会啦，阿家己要小心的。啊，但是人文真善美要在后面跟拍，我想那个困难度也比平路挑战大很多吼。天气还好，先是下雨就。啊，对，等我看到不容易。对，下雨天是特别挑的。哎，对对对，我们挑特别要挑一些表示，因为表。吴师兄平常就每天在做，不管他说刮风下雨，有时候台风天他也去，因为他们以前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台风天也是需要帮人家送料上去，人家要供气什么，所以说他们不管风雨无阻，他们也是在那边工作，所以这种天气状况对他来讲是没有影响，所以因为他一心做环保，你看整年到头都在上面，都会上去，不管什么时候，然后连刮风下雨，他说台风天，所以一样，我们团队的技术师不能说龙肩后踢，他的精神也不在。在这边而已啊，所以说另外他拍片的时候，他还是一样去做，所以我们团队是找了一天，那天刚好风也还蛮配合，对，还蛮大的。我讲老天爷有做媒了，你想要落雨的时阵都好配合掉了，因为是给人家五分钟，给人家五分钟，给人家五分钟。好，透早两点半开始做，安尼做偌久？做开款七八点的收工回家还是继续做？下午三四点。我是啊，无怪多啊，咱这早间点么讲会担心啦吼，早起两点半出门。他们都会打手机问啦。哇，做十二点钟的。好，那问讲爸爸，你这个人在倒位呀？后来他们就晓得我不会该回来就回来，不该回来就不回来，他们就不来。哎，应该没反对。反对有什么用？没有，他们看我身体越做越好。哦，我这是不行啊！啊，都开始就赞成了吗？还是讲了？没有，这刚开始不赞成。哦，他们不赞成。啊，你怎么说服他们？啊，他看我身体越来越好，没有什么毛病啊，就能天天的出去做，回来也没有焦虑什么的。听讲好心吼，讲爸爸我感觉你去唱歌啊，像人安尼去活动爬山嘛好，你莫去捡黑哟。对啊，头我拄都开始，阮囝安尼打讲。我说你不要讲了啦，我自己的事情，我身体好就好。后来他们就不讲了。你顶头你照干来飞嘞，恁是根本困难。也还好，就是跟着跑而已。哦，哎，所以说是很不好意思，就是跟着屁股在这拍。我们不知道他的路线，我只是跟过一次嘛，所以他的路线我大概大约知道。所以安尼有欢喜。有啊，噶无欢喜我去做。你唔在做这个哈，你们没有做不晓得。做这个哈。很有成就感，你晓得不晓得？我今天能力这样，是对身体也有帮助，啊，对社会也有帮助，多做一点公益，那个也能做节能减碳，减少污染。现在那个木器给我捡一点，什么都很干净。哇！啊，那卖的钱又可以帮助别人，我自己觉得。做得很快乐，对啊，真快乐，够成就感的啵。莫怪这两点半吧，还去陪伴。赵师兄他们真的哈，不止半夜去啦，幕后其实还有很多辛酸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哎，惊不？有一点，有一点点啊。为什么那么晚还要去？这个时间去做环保，真的非常不容易。啊，谁拍？高师兄。高师兄啊，是有没有负责录影？哎，有。虾米啊，师兄，今麦才凌晨三点呢，今特别去广阿波拍吴义雄师兄做环保哦。哎呦，今麦在落雨，你将所在有相家去啦。我是雍早，早，我们要上。师兄，你每天都那么早出门啊？我已经玩了一个小时。平常都几点？两点半。平常都两点四十了。
啊，你慢慢行，我们表表了，你免赶紧，吼、哦，啊，还谢你耶，很多次的吼，我嘛唔知来去去干，我嘛唔知来飞机啊。威雄师兄，卖安尼啦，我为着要吼呈现你不分昼夜、刮风下雨、大太阳，坚持要做回收回去的毅力哦。我们人文真善美吼，也只能一拍再拍咯。团队怎么突然停在马路边呢？是发生什么代志啦？哦，原来是哦，吴义雄师兄骑到半路，去发现着宝啦！吴义雄师兄，你的目睭也太厉害了，连路边的垃圾你嘛不放过呢，真的是一个尽责的大地园丁哦！来得及抓他的画面吗？我们尽力啊，所以我跟他一趟，我就知道他的动作在哪里啊。下雨天很辛苦，连汽车都湿哒哒的。会不会冷？不会不会，我们看到吴师兄这种精神，真的很赞叹他。快点啊，他要跑了。我知道，走吧。哇，吴义雄师兄刚刚跟垂钓回收碗呢，哇，这下子哦，高德芳师兄又得要冲冲冲哦。BD 内底你搁找有啊？啊，阿姨，我知啊，阿姨讲要甲囥下遐，就后我送。今天大丰收。你师姐幸福了呢，没下雨了呢。哎，对呀、啊，太好了，反而就鸡台才会湿哒哒的。唔知落雨，天阁遮尼乌，为着观众朋友的目睭要顾，阮家人人文真善美团队吼是有备而来的哦。待会我们就是哪边可以上去，我们从上面往下走。高德芳师兄，你冲那么快，啊是要去倒位啦？天黑路滑，搁还被关顶呢，啊嘛，稍等，阮带台一个啦。什么呀、啊，师兄，你拄啊被遐尼关去拍大镜，起码搁被去子母车顶关。哎呦，师兄，你有确定你今年才是51岁吗？师兄搏命演出呢。哎呀，这一定要的。来到这边心里有没有毛毛的？其实不会啊。对啊，因为吴师兄给我们的教育，你看，他每天来，怎么会感觉什么？应该不会。那是有饭来。不是不是，我感觉人家独一个人，单独一个人，看你会毛毛的。好，单独一个是真的不会啦，因为我就不这个上面啊。是，对对对对。下次可以发张单独一个人来拍成幕好了。好，真的，来试试看。高兄，来试试胆量是不是？对啊。我给自己一个目标啊，我下次可以自己来。太罕见了，他不管，啊，我是。30多年来在这里待过了，每天都大部分都每天都会的。哎，来，小心啊！哎，我来放你，你卡住去。我来。吴义雄师兄，加油啦啦！等下，阮家人人文真善美呢，为着要表现吴义雄师兄，按半暝做到天光，大家秘伫一张树仔卡，等你吃果果鸡哦。那黑色的。啊，是要等偌久啦？我嘛唔知影这只鸡当时才会咕咕咕。这个姿势会不会很累啊？是这样。一定会很累啊，真是。要等他叫不容易哈，的确是要有耐心等待，对，他就要一直撑着呢，啊，今天就这样子吧。那个帮忙，好啦，像个吴义雄师兄做环保，自个这里有名声，我有个 M 岛漂配，哎，今天去的勉为其难，跟你做会参加人文真善美，和你录着我美丽的歌声咯。这我要有时要被当动物来做临时演员是不太容易的对啊，人家说拍小孩也要拍动物最难啊，我先妹一定要等到那个咕咕咕啊，那嘞对啊，这一定有需要个爱去录到那个诶公鸡嘛，对，哎，其实吴师兄是从夜哦半夜然后到凌晨，
那我们刚好哎发现这些公鸡，因为准时都会叫，天一亮它就会叫，而且叫都很大声。哎，那所以说那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记住到这重点，一定要用这个公鸡叫来做转场，哎，表示它因为就是有时间时差的那个转变，就是从黑。啊，到白这样。戴青浩他不会等你呢。我们就等他。哎呀，对啊，我们就等他。好，撩洗干了，然后再开蕊。对对对对，啊，反正人都在那边嘛。嗯。啊，对啊，啊，因为有时候不止一只啊，我们可以他不叫，等别只。那在拍这个有没有什么困难呢？哎，其实拍我们像人物记录，我是进来两三年，我是觉得拍一般来讲我们是困难。或许会有遇到，不过在吴世雄这边我是不会遇到，因为我们最大困难是怕我们自己把它记录不好，这样子。对对对，因为吴世雄这种精神，我们怕把它表现不完全的话，我们对它也会打折的效果。但像下雨天啊，然后那个路又很滑很陡啊。对啊，我们每次去的话都有先准备都全副武装啊，连那个机台都把它套一下那个雨衣。雨衫啦，吼，连机器雨衫拢有穿啊。对，当然回去还是需要整理啊。看伊那咧有感动无？有啦吼，讲这少年安尼做，我了不起哦，反正无简单嘞吼。讲为着要记录这个情景，其实也吃了一些苦头嘛。听说好像机器拍一拍有脏掉，结果当场没办法处理，是不是？哦，对对对对，因为我自己参与拍摄就超过五次左右，哎，有的是我单独参，因为我要配合吴师兄做回收的状况，哎，因为有些东西记录不是每天都有。哦，像片头那个他扛钢筋那个，他就是需要有人刚好有那个回收物出来，嗯，他才能做得到。不是大概启动的安排的。没有，这种是关系嘛。对对对对。还有，因为吴师兄真的是也很帮忙，因为他会事先跟我讲说他有人跟他讲说明天哪边有这个东西，好，所以说明天我自己时间允许，啊，我就是上去这样，哎，刚好不巧那天上去我也只是拍单纯他那个。捡回收那个钢筋的动作而已，我觉得他应该不用太久，所以说我比较轻便，那又天气蛮好的，我是只背个机台啊，就是出去啊，其他装备都没带。哦，哎，对对对，啊，配备拢放在厝的啦，哦，只有机台带出去而已。啊，因为去到现场，哎，这种东西就不常，就是很没办法去预料，因为他有时候出什么状况，什么时候出现也不晓得。啊，一般之前用都还好。啊，那天去那边，我要回来看一下，不然那天都拍回来都是这种状况，那就白费工。那我就不好意思说，拜托吴师兄等我一下，我回去把它整理一下再过来，因为我那个清洁袋都放在家里。哦，阿你晓得，你晓得。哎，伊总跟你讲，你有讲讲，我咧翕住物件。没有，我没有等他。你没等你。我继续在做啊，做我他不来，我就拿起来说。哦，你不要拍了嘛。就是家己一直追去啊。没有，我没有那个时间可以等啊。对。我后面的工作很多了。要捡的东西。我安尼把住宅了哈，他刚好，拿来的时候我刚好弄好要下来。好，哎，不要弄，不在那。再慢五分钟我已经下来。哦，真的我没有等。金属布拢有 Q 等去回收再使用嘛？哎，对对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吴志雄家里这个环保回收的宝啊。这条这坑拢最好的，这条嘛是 Q 的。啊，那个过一下，你看这看过一下，这是捡的啦，这个全新的，都还没穿过，人家就不要了。这个是捡的啦，这个可以穿了，我穿刚好，不新鲜哦，然后用力。在沙发上发现到一块布啊，那我就拿起来看，就哎这块布怎么就是织料很好嘛，就问我爸说，哎你是不是要做衣服啊？然后他就说。不是啊，这是在垃圾桶捡来的。对的，做来穿可以的。你拿去卖哦，一斤几块钱呢？我们适合我们穿的就把它拿起来了。他有捡过那个一大把的那个铅笔啊，那我就问他说：“你捡那个铅笔回来要做什么？”然后他就说：“哎，他看那个大陆内地那个山区里面的小朋友很可怜呐，他说他如果说有去那边玩的话，可以拿那个铅笔给他们用这样子。”人家出过的便当盒，把它洗一洗啊，交给回收站去卖。那个人家没有出碗的东西，换了什么那个骨头了什么，我就弄给那个山上的野狗吃。
回收回来的橡皮筋哦，吴义雄师兄会交给女儿，变成他女儿整理功德款收据的好工具哦。之前都捡回来给我，现在他都留着给那个有一些那个花店啊，他们都会给他纸箱回收嘛，所以他现在都把橡皮筋给花店他们，因为他们绑花要用。手表是人家给我的了，这个有的不敢戴了，不要了。为什么不敢戴？那个商家的嘛，对不对？不要戴的刚刚好。我拿去换过电池，这个不晓得什么牌子，很准呢。这个很准。其实哦，吴义雄师兄做环保是有秘诀的，他有环保宝典。火化什么都有，你看，这个好极了。哎，那黑热的是较便宜嘞。大火机我就赶快转来，我就较麻烦了。什么是大火机？有安葬日，有火葬日，安尼就算商家的火机了、嗯。他们办完就有一些可以回收啊，便当盒啦，纸箱啦，回收的东西就比较多。像他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啊。就是天没有亮就起来啦，就是下大雨他也出门，天气冷他也出门，不会想说哦这样子他就休息一天，他不会啊。像现在做环保他也是一样，对。就是因为这款精神啦，咱基隆区的人文真善美才将这个故事拍出来跟大家分享。之前有听他讲过哈，他去捡那个子母车的垃圾嘛，就是把那个垃圾打开来，一包包打开来去捡里面的回收物。我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这次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画面，他在捡的那个画面，其实我第一眼的感觉就是很不舍啊，在那边捡又脏又臭这样子，嘿啊，可是也觉得蛮佩服他的。对，很有勇气这样子。一年365天，除了出国之外，吴义雄师兄呢，连大年初一都会去做环保哦。做环保人送我了，你水无？你袂哦，你有介有介给你送你。好，我送你。真的捡到很多宝啦！哦，讲哎，真正捡这么多物件哦。我顶礼拜吼。我可以找回本的那个，好比是那个旅游的诗啦，北欧几国哈，中欧啊，大陆的每一个地点的，那个画面哈，差不多这种本。你要去做环保，还要看农民历哦，为什么嘞？不是啦，你那是有那个火化的日期哈，可能是合适。可能商家比较多人办，办丧事嘛，对不对？那回来就可能会晚一点。哦，可能回收物了，回收物会比较多，因为很多人在那个日子做这个事，心理准备这样。哦，可能那天可能会较幸福啦，会较安顿啊，较安顿啊。啊，亲像迄有诶子母回收车，听讲你一个都爱做4点钟哦。也有碰过了。哇，迄内底真的是非常多东西，哎，每一袋都有东西，一包拢甲拍开安尼回收啊。我们不能只爱我们要的东西，不要的就把它乱丢也不行。我就要把那个打开啊，我们要的捡起来，不要的也要再把它绑回去，把它堆好。像咱安尼咧做，都有人怀疑过，讲这是不是来讲骗的，还是安怎？骗的不会啦，刚刚做的时候哈，有的人用那个怀疑的眼光呢，他都这么讲。那讲你们每一个人做这个都是讲俗气的，其实你们都乱讲的了。拢袂家己用的。对啊，他们都这么讲啊，有的是讲啊，你们的比较好的东西拿去卖，没有用的东西就交给俗气。我讲，如果要这样呢，我要去上班了。我不做这个。哦，对啊。啊，结果变了，为了证明自己。后来我就跟我们环保站讲啊，要一张那个环保助工证。我们现在看到那一张。我刚好看到，你有环保助工证。这是这一张啊。对。啊，那阵去提安尼。他们环保站也答应我了，他讲好，我们会请一张给你的，或者是请一张给我。
这一张给我，就是听他们讲要这一张是要去上课啊，要去收信啊，那我就报名了。我依照程序来，我就去报名，就是真正姓氏的是。对啊，就是不要给人家讲话啊。哦，所以诶，迄阵为了证明身体健康啦，吼，按照后诶上课后补嘛，吼，马上去报名，那就定义去上课了。这就引导了嘛，这就重点了，这真的是货真价实的环保志工证了，对不？对啊，所以有去丢人了，他不会怀疑啊嘛。对啊，那他怀疑在哪里来看的？哦，你看吴兄他现在是。不管对环保付出，你看他自己本身的操守什么，他都也很那个，在一个自己的规范里面。对啊，本来可以想清楚。对，你看他原本退休还可以回去当临时工，因为就是踏进实际在当环保志工做环保以后，你看他把那个工作也都没有接受，在持续做环保做到现在，那这种精神，所以说我是去年。也真的是很感恩那个吴师兄的成全呐，啊，那我们团队也是机会记录他。阿莲哈，这个听说吴师兄你在做这纸母车回收的时阵哈，我都要看外面是家己传手电是不是？对呀。哎，啊，你干那手，剩一支手咧用，安尼咁方便？无啦，会啦，爱用，我普通拢用机械吧啦，啊，机械有时候不方便，较不方便，我就用手，反正戴手套，我们的摄影气化精唔敢拎哦，来做款哦。有最重要。对，这有三段式啊吼，你看即卖电火安尼吼，啊这就较普通，啊若较暗就较强，吼啊惊讲你行路较危险，这有会死安尼。好，咱会当注意着力。人注意着力啦吼，啊这个目无偌济，阮。是我心意啦，安全我爱海运，啊顶甲送你。你提，好啊，这台湾你看就感动诶。大爱电视台啦，啊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有这种的，我不晓得的。安尼吼，我特别去敬诶，哎，是安尼。太谢啦，我请你来，你会当来，我感觉那个刘师兄要帮我。是有钱我都不用了。哎，不要，我讲啊，无错啊，对啊，你哦，感恩，今天真的感恩两位，感谢，感恩。